왼손을. 예, 왼손을. 자, 처음 할 때처럼.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바꿔서.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이거 바꿔서.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바꿔서.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스톱! 스톱! 그대로 스톱! 저랑 다른 방향이신 분. 예, 여기 두 분이 저랑 다른 방향이시네요. 예, 예, 예. 확 뒤집으셔야죠, 순간적으로. 예, 예, 예. 네, 예. 예, 부분은 일심동체다. 예, 좋습니다. 예, 다시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바꿔.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자, 잠깐만요. 자, 여기서.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일곱, 여덟 한 다음에 이쪽 손은 이 가고 이 손은 움직여야 되는데 계속 계신 분이 계세요. 이 손이. 안 움직이고 이걸 어떻게 해야 될지 가만 생각하시는 분이 계신데 자, 누구신지 아시죠? 예. 한번더 그러시면 모시겠습니다. 어차피 다음번엔 또 모셔야겠죠? 예. 다시 한번 시작. 하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바꿔서 둘, 둘, 셋, 넷, 다섯, 여섯. 셋. 셋. 둘셋넷 다섯 여섯 이거 일단 넷둘셋넷 다섯 자 이렇게 바꿔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율동이라는 게요 조금만 바꾸고 조금만 오버하면 참 재밌어져요 자 어떻게 바꾸는지를 제가 계속 보여드릴게요 자 요거, 요거 바꿔오면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바람이 치던 바다 한잔해져 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려나 더많다 건너서 밤하늘에 반짝이는 달빛도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런 그대 는 바꾸하니까 되죠. 예. 자 이번에는 어떻게 하냐면은 비바람이 치던 바다부터 건너서까지는 자 이렇게 이쪽으로 나가겠습니다. 처음 아셨습니까? 그 다음에 저저 하늘의 반짝이는부터 아름다워라까지는 바꿔서 하겠습니다. 그리고 후렴에서는 번갈아가면서 하겠습니다. 아셨습니까? 자 머리 많이 쓰셔야겠죠. 예. 자 준비하시고. 바람이 지던 바다 잔잔해져 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려나 저 바다 건너서 바꿔서 저하늘의 반짝이는 별빛도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런 그대 눈을 더욱 아름다워라 번갈아가면서 합니다.

이줄 대표, 이줄 대표, 이줄 대표, 저줄 대표, 그줄 대표. 야, 두 명씩 나오세요. 빨리 나오세요. 자, 여기 두분 나오셔야 될것 같아요. 예, 나오세요. 자, 여기서는 거의 부부 위주로 앉으시나요? 자, <laughs> 물 먹다 말고 놀래셔가지고 예, 빨리, 빨리 나오세요. 자, 어서 나오세요. 시간이 없습니다. 자, 네? 예, 예, 두분 나오세요. 봐, 갔어. 아니, 아직도 쑥 때문에 못 나오시는 분이 누구세요? 네, 어서 나오세요. 자, 자 이쪽 줄왜 이렇게 얌전해요 여기는. 예, 나오십시오. 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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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박수. 자, 우리 전남의 참가자님. 자, 빨리 빨리. 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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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참가자들, 아, 자, 자, 봉사자들 옆으로 빠지고. 자, 왜이 팀을 혼자 나와가지고 이래? 아, 그쵸? 저, 우리. 아, 이두 분이 줄이십니까? 예. 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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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자기 줄 대표 응원 한번 해주세요. 화이팅! 자, 두 분께, 두 분, 제, 제일 잘하시는 두 분께 선물 드려야죠. 예, 선물 준비해주세요. 자, 준비! 차렷! 절! 예! 자 노래 힘차게 부르면서 같이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예, 이쪽 보자시, 이쪽 왼손부터. 예, 네. 바람이. 다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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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시. 자, 왼손 올리시고. 어, 마지막에 한 거, 마지막에 한 겁니다. 쭉쭉 어, 쓰세요. 예, 그러니까 이쪽부터. 자, 왼손 올리시고, 자, 왼손 올리시고, 자, 왼손 올리시고 시작입니다. 자. 잘 하세요. 자, 시작! 셋! 이 바람이 지던 바다 바람, 상자 내져 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면 저 바다 건져서

모자가 제일 잘하셨다는데, 예? <웃음> <웃음> 너무 하셨어요. 자, 자, 이이두 분하고 모자 두분 남겨두시고 나머지 분들은 들어가세요. 예, 이쪽으로 나와 보세요. 예, 예, 예. 자, 상품은 제가 두 개라고 그랬죠? 예, 상품은 두 개인데, 네 분이 남으셨습니다. 자,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다시 예 다시 한, 다시 한 번. 예, 다시 한 번. 예, 참, 참 상품 타기 힘드네요. 예, 더붙어주세요 다시 한 번. 자, 붙어주세요 자, 헷갈리시니까 처음부터 바꿔가면서 하는 걸로 하겠습니다. 예, 아예 바꿔가는 거. 예, 준비! 이 바람이 지던 바다 잔잔해져오면 오늘 그대 오시려나 하늘의 반짝이는 별빛도 아름답지만 사랑스런 그대로 더욱 아름다워라. 가름하기가 힘들죠? 진행자가 썼습니다. 자, 두분다 드리겠습니다. 예. 예. 자, 박수! 자, 오늘도 즐거운 하루가 시작될 것 같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못... 你们有意思吗？哈哈，哈哈，哈哈，开心吧？好了，今天呢，今天上午这堂课呢，我们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健康食疗。嗯，健康食疗哈，什么是真正的健康食疗？我我们。 我们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大家认为它就是好的，是吧？那么，自然会有什么念头呢？就是对有好的食物，有不好的食物，是吧？啊，而自动就呃划分了，这这本身已经离道了啊！这本身已经离道了啊！你们你们想的这个出发点呢，已经歪了，嗯，什么健康食疗啊？ 是是对身体好的啊，身体我们身体需要各种食物，有不好的，也有什么，也有好的，还再发展一步，再进一步会怎么想啊？啊，再什么啊？啊，对身体好的呢？对身体好的食物呢？对啊，得多吃啊，得多吃啊，多摄取，想多吃呢？ 太贵了，是吧？好东西都贵，好东西啊，又贵啊、呃，又稀罕，难求之物，是吧？不，不是一般的是不是特别的食物，是吧？那这样的观点呢，大家已经在脑子里已经扎根了，所以你们问有关健康饮食的时候啊，都是从这种偏见出发的提问。 所以我我李香久呃期待你们从期待从我嘴里、呃，有什么回答呢？不是对什么病啊吃什么好啊？这整个社会啊，整个观念呢、啊，都已经呃这样成型了，是吧？这样的观念呢、啊，非常的不合理啊，离道很远啊、呃。这样的思维方式啊，对你们呃没有什么帮助。呃，如果大家你们看啊，啊、呃。 你们了解了，上帝是爱，那么上帝是这样的爱意啊。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话，你们这种偏见是不会有的啊。为什么上帝是爱的话，不会有这种偏见呢？上帝和吃的有什么关系啊？和我们的饮食，其实民以食为天，是吧？啊，啊，天就是食，食就天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却以为吃的东西和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上帝和我啊。 和我的疾病康复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学完了以后，是不是有关系？息息相关，是吧？是吧？嗯。所以说，上帝不是让你们呃得病的呃原因，但是是我拒绝了上帝赋予我的生命的气息，是吧？啊，是我我我追求那些啊啊、呃呃、对我对我的生命其实反而有害的东西物质，是吧？所以说，舍命求什么？求财。 啊，其实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就是舍本求末啊，这样我们的基因就发生了病变，所以就啊、呃、表现为疾病，是吧？但是啊，上帝呢却为我了安排了一条生命的道路，就是新起点生命道路，然后引领我走那条生命的道路。那么，那么上帝和健康啊、呃、饮食有什么关系呢？啊，你们学完了基因以后啊，上帝。 上帝的确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那么基因是碱基序列的信息，生命信息。那么文字本身呢？信息本身呢？不会是偶然形成的，是吧？啊，不会偶然形成的。碱基序列排成的一种密码啊，它是传递的一种信息的文字。那么文字肯定有一个创造文字的缔造者，没有缔造者，文字不会自动产生的，就像我们汉字一样，是吧？那么创造的文字呢？经过各种排列组合呢？ 啊，可以传递文信息一样，就是用我们人类这样这样的头脑呢，根本都无法想象的，根本都无法编出来的那种超人类的这种智能才能编出来的程序，生命程序呢，已经镌刻在了我们每一个细胞里，啊，然后维持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偶然的、偶发的，啊，这已经是什么？遇见一切的超越人类智能的大智慧，已经把它，啊。 为了预防所有的可能性，包括你们身上的这种癌变，那么也安排了这种治疗癌变的机制，是吧？啊，那么这种你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这种可能性，创造这个生命信息的啊、呃、程序的这个创造者呢，已经预见到了，是吧？雨晴都提前为你们安排了啊、呃、预防的方式那个办法，是吧？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的。我给大家看我这个照片，是吧？ 这个母鼹鼠啊，呃呃，生生子以后呢，被响尾蛇咬了一口，它也不死，啊，这是进化吗？这是进化？啊，进化是不可能了，为什么？那么咬被咬的话，一旦被咬了，那只能是死，是吧？死了就有什么进化了？没有进化了，是吧？那么。 一旦一旦被咬了，都死了，那还有什么进化？啊，这不可能啊，是吧？大家细想想，不合理。这是什么？已经有了这种在哺乳期间啊，能够防御蛇毒的这种什么啊生命机制，生生不息的机制。那么蛇也得生存，母鼹鼠也得生存，是吧？那么母鼹鼠在哺乳期间呢，呃，蛇呢就就不不能伤害这个母鼠。 是吧？就是对母爱的一种大自然的保护啊。如果进化的话，所有的鼹鼠啊啊，那么都不是是吧？这才是对的啊。如果是进化的话，所有的母鼹鼠都有这种防御功能啊，这才是正常的，是吧？那进化论这个东西是是很愚蠢的，不是不合理。嗯，你们相信进化论以后啊？ 生命的价值啊，就被贬低了，是吧？作践生命了，是吧？很多理儿啊，都行不通，都是偶然的。我们没必要动脑筋了，啊，什么都是什么啊，都是偶然的啊。人就变得漫不经心了，也也没有什么心存感激的事情了，啊，也也什么真善美也呃不复存在了，是吧？那么都是偶然的嘛，嗯，都是偶然的，啊。 你们要知道，这所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程序啊，都是真善美的啊，要为此感谢、感激、感动。刚才我讲了哈，对我们身体好的食物呢，是贵的、难求的、特别的啊，稀罕之物是吧？还有什么？还得多吃是吧？这是什么？ 那么和上帝是爱的这个呃信念呢是相违背的，是违背的啊。如果上帝是爱的话，啊、呃，那么如果我,我为什么我我会我我我可以这么自信的可以这么讲呢？为什么？那么如果是上帝是爱的话，他创造了一切的话，是吧？那么那么这个爱的人呢，把好。 把好的东西呢，啊、呃，让它变成贵的东西，让它成为难求之货，让它变成特殊的东西。那么，只有什么样的人？那，那么这个上这个上帝呢，肯定是什么？啊，是专门偏向那些有钱人啊，那些能够享受这些特殊之物的上帝啊。那么，真是上慈爱的上帝的话，越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东西呢，越让它成为什么？ 而、啊、让他遍地都是，是吧？这道济平常啊。那么不好的东西呢？啊，那些我不用去的，去把它都藏起来，是吧？啊，得反过来才是慈爱的上帝，是吧？慈悲。现在我们去怎么样？什么基督教啊？什么一百、一千多万啊？这都是都是啊，瞎扯，都瞎扯，和生活呀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啊，那种求福的心理啊，我告诉你们，求福就是祸啊！上帝对我好的话，啊，这是一个亿一个亿的一颗的山参，那么这样的上帝是什么慈爱的上帝是吧？啊，不贵难得之货啊，道就是平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韩国的基督教啊，已经完全被扭曲了啊，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呢根本的衔接不上是吧？对我们人格。 品性啊，没有什么呃变化，嗯。现在我们学了这个新起点生命啊、呃、原则以后呢，呃，我们的生命的维持还有健康的维持呢，其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气息是吧？真善美的东西是吧？真善美的东西，嗯。那么，呃，从你们的角度来讲。 生命的气息就是什么？啊，以为是非常难得的，是吧？那么，一颗三生呃，一亿的话，那么生命的气息，一百亿、一千亿，如果大家能支付得起的话，因为支付是吧？那么最重要的生命的气息呢，是完全是免费的，啊、哦，白白的提供给你们，啊、嗯，只要你愿意领受，谁都能可以领受，任何时候。 任何场合，所以你们的身体呢，没有比生命的气息再重要的。你们举手吧，没有吧？不存在。这是，这是一绝对免费的啊，啊。那么用钱呢？用钱买也买不到的，用钱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是吧？啊，几十个亿也啊买不到的，求不到的，这才是什么？ 真正宝贵的，也是真正宝贵的。那么，慈爱的上帝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啊！这才我们要体在生活当中体验的，体验这个呃平常即道的真理，是吧？嗯。啊，大家仔细想想，比如说我们，大大大家认为儒教是这个啊、呃、很矮板的哈，其实。 一点都不矮板，一点都不矮板。孔子，孔子这个人呢，可不是什么呃矮板的人，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了，是吧？啊、呃，你们怎么这样这样啊？孔子，孔子可不是那种啊、呃、矮板的人，他是个非常温柔、非常啊随随遇而安的人啊、呃。我们我们这个翻译中文的正弟兄呢，这位呢？ 啊，给我讲了一句有关孔子的话。孔子的有一个呃、这个、弟子叫子路，这个子路啊，性格像火一样，嗯，像孔子的孔子的保镖一样，像保镖一样，成天带带把刀，然后保护孔子是吧？啊，真是朝夕相伴。有一天呢。 呃，走在市场上，啊、嗯，啊、呃，然后这个买油的这个呃客户和东家之间呢发生了一场争执，啊、呃，一两八钱的油呢，买了三瓶是吧？嗯，呃，那么多少钱呢？二十四钱是吧？ 那么主人说，东家说二十四钱，他说，是，是二十三钱，你怎么跟我要二十四钱呢？三八不是二十四吗？啊？那主人说什么？那么客人就说二十三，怎么是二十四呢？这个、客人呢？客人是不是有点脑子缺弦呢？是吧？ 所以子路，呃，子路在旁门一看，真是不成体统，是吧？啊，然后他就参与了。子路说：“因为这个子路非常崇崇敬这个子路，是吧？这个孔子，所以子路对客人说：‘三八二十三，三八二十四，我们去孔子那儿，我们去，我们去孔子那儿见分晓吧，让孔子老师给我们做个判断吧。’” 然后他们呢？如果孔子说说二十四的话啊，那你怎么办？啊，这个客人呢？如果孔子说是三八二十四的话，啊，用你的刀呃，可以砍我的头啊哈！我们人子啊。 我们自己连自己的主张是错的也不知道，还还有什么？还要啊、呃、拼命是吧？啊，敢于拼命。其实我们对这些非常琐屑的事情，却怎么样？却在拼命啊，有这种这个恶气是吧？啊，什么？ 子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讲了。那么子路想啊，他说：“希望孔子怎么说呢？因为平时，啊、呃，子路已经从孔子已经学到了三八是二十四，所以子路想啊，孔子肯定会讲说：‘你怎么这么顽固啊？三八不是二十四，不明白的道理吗？’那么孔子怎么回答的？如果三八二十不是不是二十四的话，那么。 那么谁谁交这个子谁谁付钱的，子路付钱是吧？如果三八二十三的话，啊，那么这个啊、呃，这个客人呢可以白白的拿走这三瓶油。如果客人错的话，他的脑呵呵脑子就要被砍头。嗯，所以孔子怎么说的？孔子怎么回答的？啊，二十三吧。 为什么二十四变成二十三呢？孔子怎么回答的？如果二十四对的话，这个人小命不就没了吗？真理再重要啊，你们所认为的真理再重要，那么一个人的性命不是更重要吗？啊，就是这样的，孔子。 然后这样，这样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无知的这个客人呢，才会有重新思量三百二十四是真理的机会，是吧？回去以后怎么样？啊，八八八啊，八千八千这一算确实是二十四。这个时候，这个人才会有悔改，是吧？有救星了啊！这回怎么子路啊？钱啊，钱才会他会还回来，说你要忍，所以说用爱告诉他什么是真理。 才他让他明领悟真理，还要等待忍耐，这才是什么？这是我们的道路，这是我们的道路啊！这是我们的道路啊！这就是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仁仁义的仁啊！这就是爱，是吧？而儒教可不是什么矮板的宗教啊！你们却把它，却把它。 这种活生生的教，把它改成了什么？一个矮版的宗教。所以，所以，我们儒教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慢慢慢慢退步啊，而人没有了，是吧？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这些呃仪式了，是吧？繁文缛节，是吧？累的要死，心里没有什么，没有人，没有爱啊、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呢？ 那么相爱的人之间呢，肯定要礼尚往来，肯定要礼相往来，互相呵护，互相尊敬对方，这就是礼。礼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是仁的一种表现，是吧？你的心里有人的话，那么你的行为自然就体现出一种礼来。那么礼和礼，礼和人不是两家，是吧？不是两家，礼是人之端啊、嗯。所以呢。 所以，使徒保罗也说什么？在格林的前书也怎么讲？爱是恒久以忍耐，不做无理的事情。不说无理的事情，就是讲理，是吧？那么相爱的人当然就会讲理，是吧？讲理吗？那么儒教呢？啊，因为这个啊，没、呃、有上世的人啊、呃，因为礼而而名存实亡。那么基督教现在就剩这一个空壳。 就剩是个什么所谓的礼礼拜，而里面没有什么慈悲，没有慈爱，所以基督教国家的这个这个总统啊，啊，你们攻击了我，那么我也要怎么样？我要把你们毁掉，啊，你伤我一根汗毛，我要伤你遍，让你遍体鳞伤，啊，这种穷兵黩武、复仇的这种精神啊，遍满人心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复仇。 这就是所谓今天超强国家美国的啊、呃、基督教的现实，而这些基督徒呢，却为这个总统呢啊鼓掌叫好，啊，真是让人不不失其解是吧？那么最最应该做楷模的这个美国的基督教啊，却没有心里没有爱啊，要以牙还牙，要报仇复仇啊，穷兵黩武，所以。 啊，世界这个世界啊，这样慢慢慢慢的离真理越来越远。那么健康食疗呢，也没有这种真理了，就剩下什么？就剩下什么理了？空壳了？认为什么贵的东西才是好的？完全都满拧了，是吧？所以大家啊，大家看啊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要转变观念，对对对健康食疗做一个新的啊、呃、理解，就是什么？对身体越是好的东西。 越是普遍的东西，道就是平常的东西，是吧？应该到哪儿都能都能弄到，求到是吧？而且是无为而不无不为的，嗯，须臾不可离。嗯、啊，山东话讲的遍地都是，啊，啊呵呵，到处都是，是吧？啊，呵呵。 啊，那么平安道、咸宁道的方言谁会？谁会讲？呃，到处都是用咸宁道方言怎么讲？啊啊，呃，遍地都是啊，遍地都是啊啊哈、啊啊啊啊啊！所以这个这个方言呢，也代表那个地方的这个人的性格是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嗯。 嗯，还有呢，我们身上那些越是好的东西呢，越应该是免费的，越是好的东西越应该是白白白白攻击我们，不是那些特殊的难求之货，而是到处可以垂手可得的东西，明白了吧？啊、嗯，总想求那些难求之货啊，嗯，啊，脑子多复杂多累呀、啊，脑子一。 脑子一下就清醒了，一下就清醒了，一时刻要想着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啊，我们去把它啊黑白颠倒了，所以变得一塌糊涂，啊，非常单纯的生活本身是非常单纯的，嗯，所以李香九，李香九好像是呃非常呃奇奇啊奇才哈，但是我这种才呀，都是从上帝那智慧的根源那里来的啊。 把和上帝的关系摆正了，那么剩下的就就无为而无不为了啊！你们不要说什么真理，真理啊！只要和摆正了和上帝的关系，嗯，一旦这个关系摆正了，那么所有的答案就就迎刃而解了啊！我的课不讲的不是都是这个道理吗？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啊？仅次于生命的气息，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重要是重要，但是仅次于啊、呃、生命气息的。比如说，气息一断，我们就身亡了，是吧？那么这是立竿见影的，立竿见影的。还有呃什么重要？什么重要？还有就是空气，是吧？空气你不你不呼吸的话啊，三到五分你就要死定了，是吧？五分五分钟之内。 还有阳光重要不重要？如果如果阳光啊、呃、消失的话，那么你们花钱买空气的人举手。啊，空气是白给的是吧？人们却把它污染了，啊。比如说大家喝水吧，然后怎么说？啊，这这这水是白水，哪有什么营养啊？那么。 那么，比那些营养啊啊、呃、没有营养的水更重要，因为营养使那些营养成为营养的根本的东西。那么，你可以不吃东西，可以辟谷四十天，呃，但是一点没有营养的水呢，你不喝一个星期，你就要呃就要死的是吧？枯死了。所以呢，你们看啊，越不重要的啊。 一点点就变得贵了，是吧？啊，是不是？生命的气息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啊，水呢？水过去是免费的，但现在你们看，你们得花钱买的喝，买了喝了，是吧？这一瓶水，得得花点钱了，是吧？比水再次要的是什么？就是饮食。 大家一天吃的三顿饭是吧？饮食呢？四十天、五十天你不吃东西，辟谷，只要有水、有阳光、有生命的气息，你可以维持生命是吧？是吧？这个饮食啊，其实是最最次要的啊。那么饮食的种种类很多是吧？啊，最种类很多的饮食当中，什么饮食最重要呢？ 对我们身体什么样的饮食最重要呢？嗯，饭。哦，我们小朋友说是饭，我以为他会回答是肉，是吧？哦，还有进步。啊，人是铁，饭是钢，是吧？什么食物当中什么对人体最重要？那么，我们为了判断呢？嗯，是为了判断什么是对我们是人体最重要的食饮食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啊，我们要首先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要素很多，对我们身体最有害的要素是什么？首先反思这个问题，嗯，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基因状态就是我们的健康状态，是吧？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让基因的状态啊？呃 最糟蹋我们的基因的正常状态的啊、呃、东西是什么？就是就是自由基，是吧？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自由基。了解一下什么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细胞膜，细胞核、染色体在里面啊、呃，所有的基因都在里面。 然后糖分进来，氧气进来，然后，然后这是什么？就像汽车的引擎一样，是立腺体，是吧？好，最后什么？生命的气息，点火，然后它开始燃烧，啊、呃，制造能量，制造能量，是吧？就像汽车的引擎在气缸里汽，气汽油和空气结合，然后点火燃烧一样。那么 引擎越马力大，它的出，它动力越大一样，那么它的，它的尾气就像尾气一样的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自由基垃圾，就是自由基体内垃圾。这个自由基啊，那么往左边走呢，就成为破坏细胞的因素，啊，非常有攻击性。那么如果往右边走呢，往右边走呢，它自由基分解成为对我们身体所必需的水和氧气。 啊，转变成好的东西，也就是说，氧气和水是我们人体必须的。那么有，有自由基有两条道路可走，是吧？啊，一个是破坏生命的道路，一个是滋养生命的道路。那么，你们你们不想问吗？你们有问题吗？我们生我们身上当我们身上当中,上当中这种垃圾啊，生命垃圾，自由自由基不断的产生。如果总走这条死亡的道路的话，那么基因。 总有一天会被破坏的，所以基因发生变异，然后会引发包括癌症在内的所有各种疾病，是吧？嗯，各种疾病。那么自由基可以走生命的道路，是吧？怎么怎么样让它走生命的道路呢？那么自由基生产的最多最往最最往死亡走死亡的道路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我自己心怀死念。 心灰意冷是吧？心心怀仇恨，有有恩有怨气，啊，跟自己过不去，啊啊，这种这个恨之入骨的时候，嗯，啊，受精神压力的时候，啊、自由基生产的越多，而且啊，走死亡的道路，但也可以走生命的道路，是吧？为了走生命的道路呢？ 我们需要有一种 SOD 的物质呢，从肝肝脏肝脏当中生产出来，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基呢转化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什么水和氧。那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体内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那么都往这条路走，死亡道路的，我们没有一个例外都要呃得病死亡是吧？但是呢，上帝却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生命的道路啊、哦，理解、宽恕，基因呢对信息做反应。 啊，归根结底还是为信息做反应，所以宽恕吧。这个自由基不走死亡的道路，而走什么？SOD 的物质呢，就把这个自由基啊，从肝脏分泌的这个生产出来的 SOD 呢，就把这个自由基啊分解成为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氧和水，让它走生命的道路。两者，两者要要选一啊，两者选选生命的道路还是死亡的道路，是吧？ 这个选择呢？啊，你们做新起点生生命生活啊，你们做新新起点生活，就是你们在在这里受完了训练以后啊啊，结果呢还是什么重蹈覆辙，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又要憋气啊，又要惹气是吧？肯定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何况我的生气何啊我的生气，何况你们呢，是吧？啊、嗯，所以你们看。 那么，当你们生气的时候，这个自由自由基呢，是往这儿走，还是是往生生命的道路走，还是死亡的道路？还有选择的机会。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昨天我给大家讲了，是吧？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啊，不想看你，啊，瞅着都别扭，不想讲话。 啊，这种这个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你你维持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自由基往哪儿走才是正常的？走死亡的道路就是正常的，属于破坏细胞。啊，那么自由基就是说我没必要走这条道路，我应该走这条道路。主人，我有开了这条道路。这个时候，我握着上方向盘，我说什么？上帝啊，你让我赶紧呃和解包容啊。这个时候呢，啊。 那么主人呢，就把什么信息传递给了自由基，就是愿意走生命信息，开了生命信息是吧？生命的道路。那么自由基，那么啊、呃，就会激活什么？生命的气息就会激活我的肝脏，然后让它生产 SOD。那么这个自由基会分解成什么？水和氧，走生命的道路，是吧？啊、呃，成为我们身体内有益的东西，是吧？啊、呃，这就是转或。 为福是吧？转祸为福，祸成为福，啊！掌声。那么，让我们转祸转祸为福，就是上帝的呃美意是吧？只要我们选择选择哪条道路。所以，你们你们身上得癌或者是疾病，也许是祸，但是呢，你们面前又。 又面临一个选择，是转祸为福呢，还是呃转福为祸啊？新起点就是摆在你们前面的，呃，一个抉择，就是引领你们走生命道路的抉择啊。所以呢，现代医学啊，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医学，一些就是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现实为。 我们这个医学发现的最伟大的一项发现就是自由基的发现。我们在我们在读医科大学时候连自由基都没听说过是吗？啊，不懂啊，连这种自由基存在都不懂，后来才发现啊。所以啊，你们吸烟的时候啊，我们一般讲可以引起肺癌是吧？致癌。 但是所有所有吸烟的人呢，并不是都得肺肺癌，是吧？有些人得肺癌，有些人不得肺癌。那么那些吸烟得肺癌的人呢？呃，可以下个结论。反过来讲，你们看啊，那些不吸烟的人，一辈子不吸烟的人，却有得肺癌的人，是吧？也有。那么这个肺癌这个病呢？那么吸烟并不是决定得肺癌的，呃。 因素，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吧？那么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啊，但是肺还是好好的，九十岁还是肺还是好好的。那么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那么，烟吸烟是致癌的一个因素，那么真正的因素是什么？是自由基，是吧？真正的杀手是自由基啊。那么成啊。 那么自由基天天走死亡的道路，再加上什么致癌的这种吸烟，然后啊、呃、两个两股力量合为一起引发肺癌是吧？那么光靠光靠自由基也能够得肺癌是吧？所以说一辈子一辈子不抽不吸烟的人也也容易得也也有得肺癌的情形。那么光靠吸烟呢，也不一定说非得导致肺癌是吧？ 这个世界上还有世界上还有这个韩国烟民多有多，中国烟民老了，但是如果烟民都得肺炎的话，肺癌的话，那不人都死光了，是吧？所以这个自由基啊，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杀手，是吧？最危险的健康的头号敌人啊，所以我们要提防它，啊，啊，我们要搞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自由基啊，非善非恶，是吧？ 它可以走生命的道路，也可以走死亡的道路。那么，最能保护我们生命物质是什么呢？那么也就是说，能够保护我们从自由基啊、呃、不受伤害的物质，就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食物哈、哦。是活性自由基不走破坏自己的是啊啊细胞的道路，让这个啊八七缸的变成六七缸，六七缸变成四七缸，破坏细胞膜、啊 不不具有这种攻击性哈，那么细胞被自由基攻击以后呢，细胞就呃老化的快，啊，所有的基因呢呃会导致异变，然后引发各种疾病，那个啊，这个这个自由基啊，可以说是头号头号杀手是吧？是元凶是吧？但是这个元凶啊，它不善也不恶，明白吗？取决于你的选择啊，它。 它引起这种对人体、人体细胞这种致命的攻击的呃结果是状现象，我们称之为就是氧化作用。啊，氧化。那么自由基引起的氧化作用是更加强烈的，是吧？那么氧气呢没关系，但是自由基呢、活性氧呢，对身对氧它的氧化作用非常强，所以细胞呢就扛不住这种氧化。 那么什么样的食物呢？啊，什么样的食物是对我们健康啊、呃、好的食物呢？就是什么？这种自由基可以防止自由基的氧化作用的物质越多，这种食物呢，就对我们身体呢啊越好的结论已经很明白的可以呃得出来了，是吧？那么，那么防止这种氧化作用的物质。 啊，防氧氧氧化防啊、呃，抵御氧化的物质呢？啊，这抗氧化物质呢？最多的物质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食物？啊，那么抗氧化物质都有哪些物质？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一点，是吧？都有哪些物质？那么氧化物质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一种就是。 一种叫维 C，维他命 C，还有呢，维生素 E，还有什么？还有一种叫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啊，胡萝卜素。嗯哼。 这三种物质是抗氧化物质，嗯，这三种物质是最具代表性的呃抗氧化物质。那么这三个物质里边呢，最优秀的、最出色的抗氧化剂是什么？大家看啊，你们你们即便没学过营养学，但是听了我的课以后呢？ 你们已经可以做判断了。最优秀的氧化剂是什么？三个当中，什么最最优秀啊？哪个最普遍？最普遍啊？最普遍的啊？到处都可以弄到的，最便宜的，几乎是白白免费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什么？ 就最平常的东西是吧？最平常的东西，氧化抗氧化剂就是什么？就是维 C。这维 C 啊，是啊遍地都是，只要是植物里面就有维 C。只要是从植物从根到叶啊，都有什么？管不管是花还是什么果子，都有维他命 C。没有，你说任何植物当中没有维 C 的，呃，没有。 都有，你找不出一个没有维 C 的。只要是生根在土壤里的，生长出来的东西，植物里面都富含维生素，枝叶、枝干啊，果实、果实、根茎，所有的可以说是整个就是维生素维生素的块，维生素 C 的块啊。所以维 C 啊，你们捡点松叶嚼，那那是在嚼维 C。 那么到处遍地都是稀烂界，是大家吃的，大家吃的这个山菜啊，啊山山上什么各种这个山菜到处都是，是吧？是不是？那么猴子啊这些动物啊山里的动物啊，吃天天吃什么？吃树叶啊，就可以维持生命，嗯，是吧？所以维生素 C 呢？ 最近呢，啊，科学家们发现维生素吃多了也会引起副作用，啊，什么都是物极必反，嗯，啊，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稍稍次要一点的，是什么？是什么？啊，比维他命 C 稍微难求一点的，稍微得破费一点的。 那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 E 呢，主要富含在啊、呃、这个胚芽里面啊，这个植物的胚芽里面呢，富含维生素 E，不是到处都有是吧？稍微难求了，嗯，植物的胚芽里边有维生素，那么胡萝卜素呢，那么就更难求一点了，比如说橙色的是吧？ 所以说，呃，济州岛的橘子是不是贵呀、啊？相对还是贵，还得破，更破费一点，是吧？嗯，所以说，越是对我们身体不是那么重要的，就变得越稀罕，越贵，是吧？越难求啊！掌声。道即平常啊，我经常讲，道即平常，平常即道。 不要求那些难得之货，什么锰啊、钙啊，大家不要去天天去寻这个东西，懂不懂？啊，然后说我我相信上帝啊，啊，把那些都都抛之脑后啊。上帝呢，把那些最好的东西白白的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是吧？慈悲，嗯，啊，这就是上帝的爱。 所有的生命的体系啊，都是上上帝创造主就这样啊，用用他的慈爱安排的，而我们却被这些啊，呃商商业的手段所蒙蔽，为那些啊啊,啊，为了这个赚钱呢、啊，他们总是这样炒作，是吧？所以我们韩国的文化、啊、成天都是炒作的文化啊，把什么炒作？一旦炒炒起来的，有一天呢，豆腐变黑了，为什么？所以说。 所以说黑豆对身体好，黑豆对身体好还是黄豆对身体好？当然是黄豆。为什么？因为黄豆到处都可以买到，是吧？那么黑豆呢？难求，是吧？如果那黑豆真的好的话，黑豆肯定是什么？啊，是遍地都是的，不会这样是这样难求之货了，是吧？嗯。 所以你们的思维啊，要发生彻底的革命啊！我今天讲完课以后，我说一脑子又又又转不过弯来了，啊，手机又来了，啊，什么什么好啊，是吗？这个多少钱呢、啊？啊，啊，钱多骚的，所以我们是你们大家不要这样子愚蠢，懂不懂？要有一点智慧啊，要有点智慧。我们把这种状态就是沉沦在罪恶当中。 这就是垂恶，是吧？没有智慧，追求那些虚浮的东西，远离真道，嗯。好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啊，什么是健康饮食？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吧？还有什么？看下面一张图。 大家看啊，啊，啊，昨天我们这个许先生还有，呃，李太太给我们、呃、讲了这个，呃，野生花的课是吧？好漂亮是吧？<laughs> 啊，真是我看见他们我心里就高兴，打心眼里高兴。所以说，鲜花呀，所有的颜色、啊、都不是白来的啊。 它都是有意义的，传递着一种信息，因为它里边有一种让它成，呃，成这种颜色的这种物质，一种化学物质，都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赋予它的颜色。所有的碱基序列呢，已经都是，啊，赋予了颜色。这些颜色都是什么抗氧化剂，明白吗？这些颜色都是抗氧化剂。你这是黑豆是吧？这个是什么？黑莓，黑莓是吧？ 我们也我们也叫蓝莓是吧？是现在韩国人开始呃吃蓝莓了，像像那个葡萄颜色一样，熟透了的葡萄一样，啊，像黑豆啊，都属于这种，都这种呈黑色、呈呃紫色的呃植物里边的。那么科学家们开始一个一个开始发现了，啊，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植物也是、呃、抗氧化剂，这个也是抗氧化剂。 啊，那么这些呃有商业头脑的人就进行炒作，那么价格就要跟着飙升，是吧？因为人们都趋之若鹜，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所以呢，所以这个电视媒体啊，都这个这个商业的这个运作机制呢，啊、呃，就把这个价格就给啊、呃、炒作起来。其实什么都啊、呃、不是很平常的东西哈，这是个氧化抗氧化剂。 啊，那么这个商业商业炒作的时候是是可以包治百病是吧？所有的都是包治百病，啊，广告都说包治百病。啊，这红色的果果子当中，绿色的果果实当中，蔬菜果实当中，那么 lutein 这种物质，科学家们后来发现呢，是一种抗抗氧化防物，就主要防止什么？是保护眼睛。 保护眼睛的抗氧化剂，那么一旦发现呃这个原理以后，以为什么是包治百病的，包治百病的呃抗氧化剂，所以一下什么价格攀升起来了，所以这个猕猴桃价格飙升是吧？然后红色啊 l y c o p a i n 这种物质呢，对前列腺保护前列腺。 啊，又成了包治百病的药、啊，所以说西红柿，呃、啊，价格飙升是吧？炒起来了，这胡胡萝卜素是吧？胡萝卜素主要人对人体啊，防呃、啊、保护我们的肺肺肺脏，还有像玉米一样的金黄色嫩黄色，保护眼睛。所以说上帝呢，用各种颜色，啊，用他的。 这个生生不息的智慧呀、啊，赋予各种呃植物果子颜色。那么这种颜色本身呢，不不光让我们悦目，而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啊、呃、智慧的信息，是吧？啊，这种信息是一种波长。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什么样的因素的时候，就对某种颜色的植物或者果子呢，有一种吸引感，是吧？吃完了以后啊，说说说说啊，我的前列腺得保护，眼睛得保护。 那么你们只要说啊，好美呀、啊，就完了，啊，啊，不对，还得说感谢吗？是吧？不光是美，还要感谢，是吧？因为创造生命的创造主呢，已经为我们安排的这样体贴周详，漂亮吧？那么不能停留在这个层次，还要还要进一步到什么层次？还要感谢，是吧？啊，看这些野花，真是满心感谢。 这样才才有更强烈的生命气势在里面里边涌动，是吧？所以，上帝给你们百分之二百的生气，其实我们却只能接收百分之呃三四十，这是这是极大的浪费，是吧？让这个鲜花盛开，让白云漂浮啊，让微风吹吹啊、呃，吹动。那么，上帝嘛为我们创造了最好的环境。 啊！但是我们却怎么样？这家伙，他妈早晚得收拾他啊！我们去想这些东西，这些美好的事物，根本都映映不进我们的眼帘，是吧？感受不到。什么？早晚我得收拾你啊！心里窝着一口气，那么这慢慢就会生病，因为你们和上帝断绝和生命的气息断绝了，是吧？那么很多生命的气息都。 都白白的浪费了，那么我们生命的电能呢，就要慢慢慢慢的变成低压，是吧？所以就鼓不起气，所以你们要感受真善美，要刻意的去追求真善美，懂吗？所以孔子啊，释释迦牟尼啊，都是对我来说是伟大的老师，嗯。你你们现在所认识的佛啊佛教呢，不是释迦牟尼的原汤原味儿，是吧？ 你你们所现在所相信的这个儒教，不是孔子的儒，孔子的原汤原味儿啊。现在你们所信的基督教，不是耶稣基督的原汁原味儿，都是被那些后来的人呢，都给都给都给串味儿了啊。现在你们没有真善美的感觉是吧？啊，尔虞我诈，甚至在教会里，啊，人变得自私。那么，啊，陈道会没来几次，那么，回、呃、回狗给你打折。 啊、嗯，打折，然后是再出来的话，啊啊，那么骨头咱骨头不连的话，那么就说，那么十十分之一还没交够是吧？钱交少了，那么交完十分之一呢，骨头就是上帝不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啊、哎，就说虚假的势力啊，骗人的势力，嗯，伪善的势力，你们不要被这种势力蒙蒙骗。 所以你们要认识真正的上帝。有一种势力阻阻碍我们认识真正的上帝，生认识生命的主。说陈导会不陈导，好像好像什么啊，让我们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啊，然后让我们获得车祸，有一个这样的存在啊，然后说什么这是上帝惩罚你啊。 栽赃，栽赃于上帝的势力，所以我们称之为死亡的势力。从圣洁的圣经的角度讲，就是魔鬼，是吧？明白了吗？嗯、生完了病以后，就是上帝给你的病。啊，人们真都被都被蒙骗了。上帝是上帝，不是让我们得病的病。上帝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创造主。是生生不息的上帝。嗯。 所以大家呢，你们，你们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自然呢，是不但美，而且这种美呢，是对我们身体是、呃、十分有益的，必须的。所以你们看着睁着这个双眼睛看呢，到处都是应该感谢的，是吧？所以你们知道万有引力是吧？谁发现的？是英国科学家牛顿发现的，是吧？所以我想了想，牛顿是吧？牛顿发现了。 万有引力之前的人们连这种力量存在都不懂，因为看不到这种力量，是吧？是看不到的东西，其实真正存在的东西，是吧、呃？虽然这是一个异化，呃，人人们都这样相传啊，就我们就当且暂且当做事实。有一个晴朗的天，在苹果树下啊，呃，仰望天空，天儿好啊，这就是正悠闲悠哉悠哉呢，苹果掉下来了。 苹果突然掉下了下来，所以牛顿就想啊，哎，苹果怎么会怎么会掉下来呢、啊？啊不漂浮在空中，而会如果没有重力的话，会漂浮在空中是吧？那么肯定有肯定有一种力量在什么在拽碍它是吧？ 啊、哦，所以他呢，是他就去发现所有的物质呢，都离不开这个呃引力，是吧？牛顿发现了这个真理以后，他可能，他可能突然就变得什么，变得欣喜若狂，是吧？所有的世界呢，都是被这个这种力量所所牵引着，好、哦，无处不在。所以他呢，牛顿的。 然后找到一位他的朋友，那里说，就说，哎，你知道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吗？那么牛顿发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我们以前没能看到的啊力量，是吧？但他的朋友会怎么讲？你脑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啊？啊、哦，当然是我样。那么牛顿会找到另外一个朋友说。 啊，苹果会怎么掉下来？那么这个朋友还会觉得是你是不是有有毛病？啊，你写你钻牛角尖钻大发了是吧？脑子钻出病来了。朋友会做这种反应是吧？在这种伟大的真理面前，啊啊，我们看到这些这些平常的事物而感谢，那么世人会不会耻笑我们？啊，这个世界、哦、到处都是感谢，就是你们要凡事什么？ 凡是感谢，看到西红柿是红颜色，你们也要感谢啊。凡是感谢，嗯。那么猕猴桃是绿色，你们要感谢这个绿色是吧？那么世人看好像我们脑子不正常，但是这是真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上。 是因为我能更感受到上帝的真善美术，所以生命的气息会充满我，是吧？有一种力量泉涌啊。那么我问大家哈，万有引力是谁发现？牛顿啊，那是小小学生都懂哈。那么这个提问呢，就像小学生说，那么牛顿万有引力就像小学生这个画杠联系一样，大家没有什么感动，是吧？ 你们你们感受过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的那种欣喜若狂的喜悦吗？啊啊，在这个层次上，大家都啊都一了百了了，是吧？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吗？上帝就是爱，公式公式化了，是吧？没有感动，这对我们的基因、对我们的生命呢，没有什么啊、呃、触动，是吧？你们要敞开心门，要积极的追求真善美，要仰望上帝的世界，是吧？ 发现美，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一草一木，啊，都是上帝的见证。那边的电梯啊啊，这边的电梯呢，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外景是吧？啊，美真是美不胜收。上帝创造的，上帝为了让我喜悦，啊，啊他把他的神妙的功夫、啊、都彰显了出来是吧？ 是让我幸，为了让我幸福，是吧？啊，真是感谢，真是大菩萨，是吧？嗯，所以你们说是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不是不是这样平淡的啊，爸爸，爸爸，谢谢了，谢了，老爸，谢了啊，这才是什么信心，懂吗？真正的感谢。 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不是？心里没有信心，他口上却说什么“我要信，我要信”啊！这种强迫的、变质的、堕落的信心啊，悄声悄不息的把我带入了死亡的角落，是吧？嗯，啊，这样你们看，这世界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再好的东西也要什么节制啊？物极必反。 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交合再好也要节制，维生素再好也要节制。不节制的话，啊，无需节制的只有生命的气息，阳光也得节制，啊，嗯，这个节制的原则啊，就是、说再好的食物。 你们摄入你们身体所需的量以上的东西就，就就要变成过剩，是吧？那么，那么怎么样来节制呢？怎么样来节制？用用你们这种世俗的想法念头呢？那么，那么像您这样的那李博士得给我决定量定量是吧？这是什么？这本身这本身是一个反中庸是吧？ 那么你们问我这个问题，你们就把我当成上帝了。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有这种观念，说、就是、医医生替我决定吧。这个中庸啊，是时中是吧？生生不息的这个大中庸啊，是时中，要有个智慧，要靠上帝的智慧，要把握这个中是吧？适度的东西，啊，上帝才能给我们调节的这个中庸。你要去靠什么医生啊、博士啊、权威专家呀、啊、牧师啊？ 让他来给你调整调节，这岂不是荒唐？啊，上帝啊，那么教会所说的上帝是那种教义的上帝啊啊，但是上帝不是那种上帝，是吧？再好的东西，你们要适量啊，只有适量的时候才是有益的东西，就物极必反。嗯，如果你们的摄取量超过了。 呃，正常量的时候，过剩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嗯。啊啊啊！那么这个量谁决定呢？那么我李香九没法给你们决定，是吧？因为每个人的中庸啊都是时钟。根据你们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是哈佛大学，就是哪个大夫，谁也无法给你们决定你们的中庸。营养学博士也不行，是吧？你们身体到底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量？ 啊，那么营养学博士天天说什么？现在啊，你啊，啊，哦、啊，我一个小时得吃中午饭，你得吃吧？营养营养学博士会怎么讲？啊，上我们实验室，你先抽点血吧，根据这个血液的血液的结果，结果什么时候来？得明儿后天。那么根据这个结果吃的话，那么不是明儿后天你的营养又变了，是吧？ 就说时中时中是吧？时刻要把握冲到这种智慧呢，不在我们里面，要靠创造生命的创造者的智慧。嗯。如果这真是创造主所支配的领域的话，那么创造主通过什么来支配我们的中庸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基因，是吧？通过我们的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是无为而无不为，啊，创造出。 让有对我身对我身体里有什么需要的东西的话，那么就让我对那个需需要的东西啊啊显出更大的关心。那么我呢，这说西红柿连丑都不丑，一年能吃两三个就算大天儿了，是吧？但是呢，那么见到这个啊相爱的人，然后怀孕了啊，结婚怀孕了，那么怀孕了以后突然想吃什么？ 突然想吃西红柿，这不是我的胃口是吧？口味儿啊，用用我的这个习惯呢、啊，我不想不应该吃西红柿，但是这个孩子啊需要什么？需要西红柿当中的一些营养素，所以上帝呢就让你啊，就让你有传递一种信息，激活了你的什么？激活你的脑细胞里的基因，然后让你去去找什么？西红柿想吃。 电视上有光有西红柿，一说西红柿就想吃，总想总想西红柿是吧？脑子里总想西红柿，这样啊？上帝呢就是什么呢？那么上帝绝对不是强迫你们，绝对不会强制的把西红柿塞给你们是吧？所以问题就来了是吧？啊，因为他不是强制的，他尊重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为你的选择是西红柿。 你现在需要西红柿，给了你个信息，但是你可以拒绝这条这个信息，是吧？所以你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的话，你们身体就会出现问题，缺乏那个所必须的营养素、啊。所以真正的上帝呢，是否真正在呃调节我们身体的这种中央呢？从实际的角度，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这个长颈鹿呢？但是长颈鹿呢，它是草食动物，它现在缺什么？吃动物的遗骸是吧？最近的科学家们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大吃一惊。啊，这个麒麟呢？那么麻醉以后，它的血液里面呢缺乏缺乏钙，钙质是吧？那么这个长颈鹿啊，它不知道，它不知道什么是钙，它更不知道它自己身体内缺乏钙，只有谁知道？ 只有创，谁也不知道。干，啊，长颈鹿本本本人本人有点奇怪啊，本身，啊，哈哈长颈鹿本身也不懂是吧？谁知道？创造这个长颈鹿的生命的主才知道是吧？所以你们呢？你们不要问什么，你看到过上帝吗？ 啊，这个这种提问的是从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的这种思路出发的。那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的东西有的是电波，你们电波你们能看到吗？这个空间里有有无数的电波，是吧？什么手机电波啊啊，这个录像机的电波啊，但是你们你们摸不到看不到，你们就说它不存在，那么多愚蠢呐、啊，是吧？ 如果看不到摸不到的是不存在啊，这是非常愚蠢的，非常狭隘的。看不见的东西存在的有的是，但是有即无，无即有，是吧？嗯。那么我就问，电波看不见存在吗？存在。那么不存在不等于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是吧？那么你？ 你的心在哪儿呢？有是吧？你们看见你们自己的心的人去手。所以啊，你们看到这些啊，是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智能在使然，是吧？超人类的一种啊，一种调节，是吧？超人类的一种什么？ 一种爱，一种慈爱，一种中庸，是吧？如果上帝不是爱的，不是生生不息的爱的话，长颈鹿不会有这种举动，是吧？如果上帝不是慈爱的话，麒麟为什么去吃，呃，吃骨头呢？那么没有钙，没有钙就死呗、呃。但是生生不息的上帝呢，非常慈爱的，让让麒麟吃这个钙。但是这个动物啊，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人类呢，却有什么？ 去选择的事物。因为人类呢是万物之灵长，要比动物呢啊、呃、更高一层，就是有选择的自由，多么伟大！你们能不能看见呢？啊啊！上帝是存在的，是吧？的确存在，我们称之为什么？啊，这,这吃这长颈鹿吃吃骨头啊，认识到这个层次，那我们就损失大了，是吧？嗯。 什么时候麒麟这个长颈鹿会停止吃吃这个骨头呢？那么钙质钙质够的时候，它就那么是营养师呃厌学以后说：“一、哎、吃那个长颈鹿，你不用再吃了。”不是，不是的，它自己就自动就不吃了。充分摄取以后呢，那么脑子里就会分泌一种 CCK，CCK 就是哎呀满足了啊，就停，自动就不吃这个骨头了。所以这种生命的机制啊，都是由上帝来调控的。 是一种大中庸，是吧？那么我们自身里边也肯定会有一种调控我的这种生命的机制，我们要把它完全交托在创造生命的创造主里，这样才会无为而无不为，是吧？啊、哦，所以啊，这就是信心，是吧？完全交托，这不是光嘴说信，什么往教会里交一亿两亿，不是这个事儿，啊，是和你的信心没关系。 如果在教会我讲这些东西的话，啊，这就是让我们感到不不安的真理啊。我们再看，你看这个猴子，非洲丛林里生活的一种一种猴子，一个岛上一个非常小的。 海岛上生活的这个猴子，啊啊，这儿的呃够猴子做食物的植物呢并不多。这个猴子呢不常吃这个叶子，但是偶尔呢，偶尔呢会来用用用餐，大概两个月两个月来一次，来一个来一个两个月来一次吃这个叶子。吃完这个叶子啊，他们的行为就显得很异常。 然后他们就冒着危险来到啊、呃、住人人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啊、呃、居民呢在这里生产木炭，然后他们拿起木炭就吃，就像吃巧克力一样，嗯，这个猴子就吃木炭。那么科学家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就惊惊叹不已，是吧？那么头一次看到吃木炭的这个猴子，是吧？ 为什么吃木炭呢？科学家脑子稍稍能转弯的话，他就会马上想到什么？会想到什么？啊，这个叶子里面有什么？有毒性是吧？有毒性。有毒性。是吧？ 这样，所以收集了这个猴子吃过的树叶以后，树叶里确实有有毒性，奇怪吧，神奇吧？那么猴子它怎么知道这个叶子里面有毒呢？啊，这个叶子叶子里面有毒。那么这个木炭啊，那个木炭有解毒作用。我听李博士说的，我在磁带上听的。他们有这种智能吗？他们不懂。 是吧？他不懂却懂，这就跟长颈鹿吃骨头，还有这个猴子吃木炭一样。他们不懂却懂，这就是什么？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超越他们的创造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造主的智慧啊！大智慧，宇宙的大智慧啊！智慧智智慧与恩惠，嗯，智慧与恩惠呢？啊，上所以上帝呢？ 哦，我们我们用这种智慧来去啊、呃，领受每一每一次的这个用餐的时候，才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食。有些人问我什么是健康食，那么他们是从知识的角度来问啊，有为的角度。那么最终还、啊、是智慧，要还原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大中庸。啊，希望你们每日的饮食啊，都都有个大智慧。 只要你们细心的观察，你们自己能领悟的极其简单平易的道理。有一次我去阿根廷，有一次去阿根廷，在某某一家医科大学讲课，我受邀到了阿根廷。那么医科大学的这个医院呢，附属医院呢，离城市比较远。 那么，阿根廷呢是啊、呃，广广阔的草原是吧？呃，新西兰，新西兰山地很多，但是阿根廷呢，几乎看不到什么山地，都是羊群，到处都是羊群。那么我就细心的观察羊，啊哈。然后我在羊群里这样看。 啊、呃，周围都是羊，是吧？羊群。然后我就细心的看，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呢？因为啊、呃，你们认识了上帝的话，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啊啊，不是羊吃草是事实，什么是真实？我想看到真实的一面，上帝怎么样让羊啊吃草，怎么样喂养它？ 啊，你们要改变看物质的所有的观点，世界会变得美好，是吧？啊，饿肚子饿了就得啃草呗，啊，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观察，不会格物，你们格物才能致知，懂吗？啊，我以为他们呢，就是见草就吃，也就是，我以为他们见草就吃，啊、那么眼。 眼前的什么都逮什么吃什么，但是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所有的羊啊都在什么？找食物，要闻，这样闻啊，找找到以后啊就是它了，然后吃，再找再找。它不是见什么吃什么是吧？ 那么细心的观察，发现呢，所有的羊呢都吃同样，都不是吃同样的草，各自找的草都不一样。所以我做了个实验，啊，有一个个子比较高的杂草，啊，有的羊呢，有的羊去吃它，有的羊呢，有这种草很多，但是却吃别的草。然后我就薅薅起一把这种长草，然后到一边。 然后来挑逗它，有的人过来闻一闻，然后不吃，我我不需要走了。有的人过来、哦、闻一闻又走了，还有的人，啊，就它了，就它了。大家想想，都是动物本身也有这种智慧使然，无为而无不为，是吧？ 他们看见过这个草的什么呃营养表吗？啊，不是靠知识来解决的，要有靠智慧来解、啊。这个智慧是来自上帝的智慧，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智慧，生生不息的生命主的智慧啊。所以大家呢，所以说一颗山参呢、啊，呃五千万的。 一亿是吧？为什么这么贵？我问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贵？难求之货是吧？因为他对我们没有需要，所以说没没必要也是非常非常没必要的，所以上帝会把这些藏起来，啊，藏起来。我感谢这样的上帝，对，啊，让那些对我们，对我们那些。 身体不必要的东西呢，把它变成难得之货，而且把它藏在深山老林里,里，让我们难以发现。我觉得这才是上帝的慈爱，我们因此感谢上帝。我因此为感谢上帝啊，发财了。那么吃完山参有没有好的人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吃了山参会好，是他的信心救了他，是吧？不是山参，是一种条件反射。人们在那说难得之货，难得之货，趋之若鹜。 啊，宁、呃、可掏出一亿，然后去买，有这种信心的话，啊、呃，真的会好，但是，但是还会复发，还会复发，啊、呃，因为它治本不治，呃，治标不治本。大家要在，大家要在啊、呃、原因上做功夫啊，这是什么？这是作秀啊，就像你们喝自己的尿，好像能治病一样啊，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切记这一点。 星期点，大家听完了课以后回去啊，过了一会儿就还问我一些啊愚笨的问题。是李博士这样的怎么样？啊，这样的演示法怎么样？啊，不再提问题了，不再提问题了，呃、啊。 所以大家要明白，真理啊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道即平常，平常即道。大家要乐在平常，在平常当中寻找快乐。啊，这个世界上平常人多于那些富贵人啊。所以你们要从这种啊那种求得求难得之货的这种啊欲望当中啊要摆脱出来啊。要知道，真正对我们。 啊，生命所必需的因素呢？上帝已经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大家明白了真理，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无上的智慧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일상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건강식을 해보세요 운동을 해보세요 Okay,